起来恭受圣经。今天我们要恭受圣经记载两处，第一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翻到，请听我来念。《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多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说，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请听我来念。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以上证道啊，陈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成为复活能力的代言者。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 email，就是从拉斯维加斯，我的侄女啊，生女、外甥女，我妹妹的女儿，她写信给我，她说：“舅舅，你的电脑中毒了，因为有很多的信从我的信箱里面发出去，那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信，那是病毒侵入啊，从我的信箱里面把这个信发出去。”我的信箱中毒了，中毒了以后要怎么办？等一下就是要礼拜完了以后要拜托那个恩华弟兄啊，再来帮忙一下。恩华弟兄他这个电脑很行的 啊，所以有问题的话找他帮忙就是没有错了。这个电脑中毒啊，就是因为有细菌在那里头，有那个不良的细菌啊，不良的细菌在那里头。在我们的人身上也是一样，我们有那个不良的细菌会感染人家。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成为复活能力的代言者，有这种一种力量在我们的里头，好像细菌一样会感染出去，这个力量是不得了。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力量感染出去的时候，让所有的人都接受到我们的
耶稣基督复活的力量的时候，这个感染力就是非常的强啊，非常的强。那么我们本身要先成为带源者，带这个力量的那个带源者。但这个是好的，不是坏的哈。耶稣基督复活的力量，好像细菌，好像流行感冒一样，会感染别人。是这个是感染力，我是讲的是感染的那个力量，不是说这个流行性感冒、过滤性病毒啊，这种是不好的东西。当然，这是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消除。就从魔鬼来的力量，这个我们不要成为这个魔鬼力量的代言者，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复活力量的代言主、代言者啊！哈利路亚，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啊！请大家跟我一起讲两遍：哈利路亚，主复活了，在主复活了啊！我们感受到这个主耶稣复活的喜乐吗？有没有？有好，虽然这个复活节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但是呢，按照教会历，我们仍然处在这个复活的节期当中。这个节期总共有七个礼拜，复活节以后第六个礼拜天称为是升天节，耶稣升天节，一直到第七个礼拜天就是圣灵降临节。所以从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第49天以后50天，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节期就称为是复活的节期。那么我们平常过复活节的时候好像只有过一天啊，上个礼拜过完了，今天好像我们都没有什么感受到耶稣基督复活的那种的喜乐。我们庆祝复活节都是因为我们从上帝那里来得到恩典、信心跟盼望。耶稣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机会，因为耶稣基督胜过死亡跟罪恶的权势。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条脱离死亡攻击、脱离罪恶权势管辖的一条新的出路。但是福音书里面复活的事件告诉我们，在越黑暗的地方越有可能遇见复活的耶稣，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体验到他的全能跟他的力量。我们来看经文的解释，耶稣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根据使徒行传第五章30节到31节上半段里面的记载，使徒彼得在公会里面受审判的时候，他所宣讲的信息就是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上帝且用右手叫他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啊。这个就是使徒彼得他的宣告。我们从最早期那些使徒公开宣扬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信息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教会，甚至我们可以说往后的基督教会也都是要继续宣扬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哥林多前书第15章17节到19节，保罗这样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这个上面我漏掉了一节没有写上去，就是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前面的否定的那些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就变成了正，复得正啊。这的确是这样子，耶稣基督的教会2000年来所依靠的那个力量，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信息。如果失去了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那么这个教会就不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样耶稣基督他复活的信息到底是在讲什么呢？是讲耶稣死了以后他又照原来的那个形体复活过来吗？不是这样子的。
不论是福音书或是保罗的书信，论起耶稣基督的复活，都不是原来那种生命形态继续延续下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一个生命的转换，生命的转变，生命的更新跟变化。我们读这个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我们都晓得啊，在这个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他明明写到说，耶稣是以另外一种形式、一种形象出现在那两个往以马忤失去的那个门徒的身边。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相同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到说是他们的眼睛模糊了，看不出来是耶稣。一直等到吃晚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拨开递给他们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动作非常的熟悉，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才认出来说啊，这就是耶稣。所以他们就赶快回到耶路撒冷去，把他们遇见复活的主这个事情讲给那些使徒们听。他正在说话的时候，刚才那个事情还没有了结，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们认出是耶稣了以后，耶稣忽然间在他们两个人面前消失了，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回去耶路撒冷告诉那些使徒跟那些门徒们，忽然间耶稣又在他们当中显现。那个时候他们很害怕，以为说这个是鬼魂。那耶稣说，你看看我的手，有上面有钉痕，你看看我的脚，让他看。然后呢，在他们面前，耶稣也吃了一片烤的鱼。很奇怪，从我们的理性的思考里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门关着，没有人开门，耶稣忽然间在他们的当中出现，忽然间他又离开。圣经里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说，门徒因为怕犹太人，聚会的地方门都关起来，忽然间耶稣站在他们的当中。那么我们实在是想不通。那么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里头有一个解答，他说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会朽坏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不能朽坏的灵性的身体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很奇怪，这个灵性的身体为什么跟我们的肉体相同？耶稣出现的时候还可以吃东西，还可以让他们看见他手上的钉痕，但是他忽然间消失在他们当中，忽然间又出现在他们当中。这唯一的解释是什么？这就是这个灵性的身体，这是灵性的身体。因为复活的生命是新创造的，复活的生命是新的开始。那么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当你领受耶稣基督在你里头的时候，你也一样开始有了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对这个死亡的事情，我们不再害怕。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当中的福音，我们已经胜过了死亡，对死亡不再害怕。罗马书6章5节这样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第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息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在基督里面与他联合，成为一个新创造的人。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有新创造；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有新开始。基督徒对死亡就不再害怕，我们所依靠的就是复活所带来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有变化；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超越死亡的辖制；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脱离死亡的管辖。这个就是复活的意思。第二，我们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上面来看见，这个事件就是显明上帝的主权。复活啊，证明这个真理胜过虚假，圣洁啊，良善胜过罪恶，公义正直胜过不义，慈爱怜悯胜过冷漠，残忍
生命胜过死亡，所以慈爱怜悯胜过冷漠残忍，生命胜过死亡，公义胜过不义，圣洁良善胜过罪恶，真理胜过虚假。你看，这就是复活所带来给我们的一个景象。耶稣基督复活，就是表明上帝的国度、上帝的主权一定会实现。我们初代教会的这个见证，就是使徒们见证复活的耶稣。那么今天的教会也应该要忠实的传承使徒过去所做的工作，我们也继续要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者，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见证耶稣复活，就是见证上帝胜过死亡，见证良善胜过罪恶，见证公义胜过不义，见证慈爱胜过残忍。我们应该要反省，那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在人的当中，我们能够见证这些吗？那位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今天仍然是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有承受那个胜过死亡的能力吗？假使我们没有被这个能力感染过的经验，我们要怎么样去见证复活的耶稣？假使我们不曾忏悔我们的罪过，我们不曾向上帝的全能跟慈爱来开放我们自己，我们不曾谦卑的来追求生命的新创造，我们不曾在基督里面那种被造成为新创造的人 那种经验，我们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要怎样能够来见证这个复活的耶稣？我们要怎样能够明白上帝的主权？第三，你的生活就是你的见证。有一句话就是这样说，你的生活就是你的见证。所以教会与基督徒到底见证什么东西呢？这不是看说你在教会里面怎样聚会，或者是说基督徒彼此之间到底你讲一些什么东西，而是看在这聚会完了之后，这个更重要。基督徒如何生活，在做什么，这个才是你的生活的见证。好像所有的教会都很注重在聚会，一个礼拜里面精心设计的就是在这个礼拜天这个短短的两个小时里头那个聚会，我们设计的很好，有诗班先师，有各方面的有音乐，很好的音乐在这里来服侍敬拜，好像这些我们都投注我们全部的精神力量在这个两个小时里面。可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只有在这两个小时来表现，我们一个礼拜有七天，一天有24个小时，总共加起来有168个小时一个礼拜。我们参加主日的聚会顶多2个小时，假如说你参加教会有3次的聚会，参加祷告会、参加小组的聚会，每一次都算它2个小时，你一个礼拜用了6个小时在那里表现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但是散会以后呢，聚会以后呢，那个时间168个小时扣掉这个8个小时，你还有160个小时，你怎么样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总是注重在聚会，我们忽略散会以后那个生活。教会如果是要见证上帝胜过死亡，要见证良善胜过罪恶，要见证公义胜过不义，要见证慈爱胜过残忍，就要看今天的教会跟基督徒是不是不怕社会的这个恶势力，来继续持守公义，来宣扬正直，是不是能够心存怜悯、慈悲、谦卑的跟上帝同行，是不是不怕环境的艰难，仍然努力提造世界的和平。教会与基督徒是不是因为盼望上帝的主权实现，来专注于心灵的复兴跟社会的关怀？最后我们来看生活的应用。刚才我跟你们讲到说，我那个外甥女哈，她写 email 来，她说：“舅舅啊，你的电脑中毒了。”因为从她的信箱里面，她收到我不是我寄出去，但是用我的名字发出去的一个信件，
叫他要去开启某某某，他一开的话就糟糕了， 也一定会中毒了，因为这个毒是别人传给我的，别人传给我的，我看到了以后我就去开开看，结果一开我就中毒了，被感染了。那么在今天普世教会共同庆祝耶稣复活的这个节期当中，我希望我们中立教会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再一次来告白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信仰，成为复活能力的代言者，把这个复活的能力来感染出去，来感染出去，让我们成为复活能力的代言者、见证者，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用我们的行动来感染别人，证明上帝胜过死亡，良善胜过罪恶，公义胜过不义，慈爱胜过残忍。我们如果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发出这种感染力。很可惜，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感染来感染去，在教会里面传来传去，在教会里面爱来爱去，都是在教会里头，我们到外面去的时候我们就爱不出来了。一周168个小时当中，把复活的生命感染给别人，四周围的人如果也感受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他也能够成为一个能力的代言者，复活能力的代言者，他也可以感染别人，终究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今天呢，是我们总会所定的这个大众传播纪念日，特别我们要纪念新眼光电视台媒体宣教的事工啊，这个就是把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散发出去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就是这个电台。新眼光电视台已经设立11年了，但是呢，它在长老教会里面所有的机构里头，这是一个最新的机构。你像长老教会里面的那个医院，马街医院啊、新楼医院啊、彰化医院啊，这个都很多年，已经成立很久了，啊，都老的都已经100多年了。教会公报社、台湾神学院、台南神学院，这个都也是差不多10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个新眼光电视台是最年轻的一个机构，最年轻的一个机构。那么，需要大家的关心跟需要大家的支持。新阳光电视台成立的时候，我们中立教会是支持新阳光的那个电视台的创台教会。那个创台教会意思就是说，有很多的教会支持这个啊新阳光电视台的创设，所以有奉献一笔钱啊来支持这个啊电台的成立。那么，现在这个电台慢慢在起步，慢慢在发展的当中。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电视台，它是在中华电信 MOD 203台播出。这个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宣教方法来传福音，那么这个电视台就是一个最有力量、最迅速啊、影响层面最广的一个大众媒体，是一个很好的得人如鱼的管道，也是一个耶稣基督复活能力的代言者。这个通过电台出去的时候，那个力量更影响更大。这个电台需要大家的关心、支持、代祷并奉献。新眼光电视台在中华电信这个203台里面，它另外还有积极开发这个网路、手机、平板电脑等等这个数位行动的装置，让基督复活的能力随时随地能够更广阔的来散播。现在要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来看这个关于新眼光电视台这个简介啊，请我们大家来欣赏短短的5分钟的片子。在100多年前，上帝就开始疼惜我们这块土地，许多人献上了他们的一生，用他们的生命来回应。透过各种的方式，我们不仅创造了这块土地的进步，也传扬了主的福音。
一百多年来，我们让这片土地枯竭的得着滋润，软弱的变作坚强，绝望的看见盼望。一百多年后的现在，虽然我们的生活已如此进步，但我们也同样看见生命更加的脆弱和孤单，也看见更多的需要。秉持着基督耶稣的爱，我们要用新的方式、新的眼光传新的福音。我们要继续关怀本土，用我们的语言散播福音，让爱无限延伸。在这个媒体的时代，如果我们不做，就少了一个机会。迎向2012年，新眼光以宽、广、云、深为目标，继续向前迈进。新眼光积极推广同伴店家，提供授权节目供店家播放，并且开拓智慧型手机与平板电脑播放平台，使新眼光的节目曝光层面更宽，让更多人有接触福音的机会。此外，新眼光也广交宣教伙伴，与许多教会机构连结，并担任各类活动的媒体协办单位，彼此合作，共同完成福音事工，让肢体互相连结，发挥更大的效益。好的节目内容能够激发出生命的感动，新眼光制作许多具有深度内涵且多元化的节目，将福音深植人心。今年我们精心策划制播了几个全新的节目，见证分享的更新人生，用个人的生命历程鼓舞生命遭逢低谷的朋友，领受信仰中的祝福，重新得力。在更新人生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希望透过这些真实的故事，使现在正处于生命低谷的朋友们能够透过信仰从中领受祝福，使你重新得力。透过何其美好，带领观众看见台湾各角落的需要，激起更多对这片土地的关心与带到。我邀请到最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和意见领袖，透过他们的角度来分享到最多人最多时间的需要，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人来透过这个节目来关怀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也共同为着这些时间，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人民来祈祷和祝福。光照角落，用上帝的眼光来看生命，就能够欣赏自己与他人，创造出有爱无爱的美丽家园。这个节目集合了各个社福机构所拍摄的影片，每个故事充满了欢笑跟泪水，呈现出社会不同族群中生活中的爱跟需要。传福音不再局限于口耳相传，透过网络传输，更能将福音快速散播在各地，这就是所谓的云端科技。从这个概念所衍生出来，新眼光将有效运用外界既有的资源，如取得免费授权影片及专案合作的人才资源。盼望您用实际的行动，透过奉献与代祷支持新眼光电视台，让我们一起持续为主发光发热。传福音就是要告诉人家有耶稣基督复活这个好消息，既然是好消息，我们就是要分享给别人，如果没有分享，这个消息就不是好消息。
所以希望大家常常为这个电视台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让我们今天的教会继续存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继续要秉承使徒时代使徒们所传扬的这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超越这个死亡的权势，在人没有盼望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有了盼望，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让一切都不相同，让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能够成为新创造新的开始。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接受这样的生命的力量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生命，这个复活生命的代言者，把这个复活的能量能力来感染给别人，让我们四周围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也同样来领受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谢谢主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在你的面前有所侍奉，在你的面前有所领受。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真的，还可以，没有，是真的很厉害。你们要猜东西，怎么了？哎，厉害了！没有分解 ，OK 好。所以呢，静之哥，然后还有我们亲爱的谁？好，伟恩姐。如果你在钢琴上，在你的琴艺上需要进步的话，或是你看不懂五线谱，可以找你，对不对？哇，好好，可以找他，可以来请教我们伟恩姐啊，伟恩姐是很容易亲近的，好来，再来，他会咬人的伟恩姐哈，还有不会咬人的文心，好，她是文心姐哈，好，她呢非常，你看她现在这样很活泼，对不对？她是非常能够进入你的内心世界、理解你的人 ，OK？ 如果英文的部分，英文的部分有问题怎样？找他 ，OK， 他现在在做翻译哈，好，好，接着下来，好，家里要搬东西，要拆东西，对，拨这个电话找我们的立安哥哈 ，OK， 立安哥是非常非常可以会带活动哈，他带活动的时候，他可以再带入很多的真理在里面，而且会让你不是只是玩，还有学习。OK， 立安目前几岁？永远18了，跟我一样，永远19。OK， 好，所以我们立安哥，我们特别要谢谢这个少气的这个辅导老师，所以国中、高中有任何的问题，怎样，请打这个电话。好，请找这四位，真的是梦幻团队哈。方姐真的觉得感谢神哈，为我们预备这个很坚强的团队哈。好，请往旁边站一点哦，谢谢。哎，对，我现在要介绍大专，好，我要请大专的辅导老师，请出列，慧哲哥来啊，好，还有我们的浩平姐，哎，不要跑，哎，不能走，站着，等一下我为你们祷告。今天是干嘛？今天是颁奖。好，现在呢，这个是大专的 ，OK， 大专的都可以来找他们，他们是不管你要找，你要音乐找他们。数理找他们，英文还是找他们，还另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小乌哥啦哈，小乌哥，好看的看到了哈，聪明的人才看得到，小乌哥，好笑啊，好暂时代替，因为她是小乌的妹妹，她叫小乌妹，对不对？愿意代替哥哥一下吗？OK， 这是大专的辅导老师，他们真的是很棒，是非常优秀的嘛。好，所以呢，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这一些人他们一直陪伴我们一起成长。好，来站过来一点。现在呢，我们要特别为他们祷告，好不好？
社区的辅导员在吗？生小孩去了，生小孩去了哈。对，社区呢 要生小孩 ，OK。好，所以我之后我们可以再为社区辅导老师祷告。我们现在先为我们的大专还有少区的辅导老师祷告，好不好？真的超在你们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有人陪伴你哈。好，我们一起举起你圣洁的手，我们一起开口为他们祷告哈。嗯。天父，真的要感谢你，我要谢谢你把这样子的重责大任托付给这一些人，就因为你看重他们，你知道这一群辅导老师他们可以做得到。天父，我也向你来祈求，就像今天志祥哥所说的，我真的祷告不要让害怕成为他们生命中的杀伤力，而是让他们一直以信心的眼光来看待。天父，我真的求你帮助他们，在他们可以做的地方，我求你加倍的扩张，在他们做不到的地方，我也求你帮助他们靠着耶稣基督而刚强。天父，我愿你自己帮助这些辅导老师们，让他们真的是继续为我们的学生们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里面认识上帝更深，爱神更深，也更认识自己。我真的要为这些辅导老师的辛劳献上感谢，我愿你自己亲自恩待祝福他们，使他们每一天所做的所行的荣耀上帝的名。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OK， 好，我们现在还在介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哈。青铜呢 ？OK， 够美了哈。上一次记得吃很好的早餐，对不对？谁弄的？楚德姐。嗯，而且你会常在 Facebook 上看到，他会预备一些课程，帮助辅导老师做一些训练。这些人都是淑芬姐，她不断的在找很多的资讯哈，然后为的是要帮助我们，所以她开始会负责青虫。Okay， 所以代表我们青虫的大姐姐，美丽的秘书。就是我们亲爱的淑芬姐，所以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找她 ，OK。然后像会长啦，或是还有我们的辅导老师啊，都可以跟淑芬姐商量，这样好不好？好，所以我们真的谢谢，我们再次谢谢淑芬姐，好不好？拍手。好，我们现在为淑芬姐祷告，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她在教会，她在教会兼很多的工作，她自己的还有她自己的工作也是，我觉得她在每一个角色上都扮演得很尽职哈。好，我们为淑芬姐祷告。淑芬姐有没有什么事情要特别代祷的？你们想到什么就为我祷告。好，还有希望以后早餐还是有机会的喽。待会有午餐啦。哇，有午餐喽！好，我们一起为淑芬姐祷告，好，我们举起你圣洁的手，好不好？嗯。天父，真的要感谢你，我谢谢你呼召淑芬。就我也真的感谢你，让他勇敢地接受你给他的挑战。就我真的看见淑芬是一个，只要上帝你一招他，他就立刻说 OK， 我做。就我真的要感谢你，我谢谢你有这样子一个乐意服侍、侍奉别人的心。我也愿你自己来亲自祝福淑芬，在他的工作职场上，在他的服侍的环境，在他的人际关系里面。就我真的愿你自己亲自恩待他，使他成为一个结果子更多的人。天父，也愿你自己祝福淑芬的身体健康，祝福淑芬他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被神你自己喜乐高有所高。天父，谢谢你，我也真的感谢你，因为他真的愿意做的时候，上帝你就大大的使用他，与他同在。谢谢主，谢谢他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也谢谢他成为我们众人的祝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